intelligence tests, personality tests, and what do I learn? Huh? Your mind is your first processing for larg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. Huh? 什么声音啊？哎，坤达哥进来了！哎，毕国健来了，毕国健来了！哎，那你跟毕国健直播了？啊，没关系啊，毕国健来了。谢坤达，谢坤达先生，毕国健先生，我们刚才在 Q 你说，刚刚前面大讲一波毕国健的你的坏话啊！哎，我来直播了，坤达就上来，很棒啊！对啊。而且星星也在看直播，哎，好可爱，哦！哎，叶星辰应该有看吧？不要没看给我上线哦。哎，思雨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讲的那一场哭戏啊？好，哎，你看，来，你看阿健，真的啦，阿健，我们刚刚都在讨论你，然后就说，大家就是粉丝有在说，哎，希望你可以看他们直播，然后跟他们就是一起共同直播，然后经常都说没关系，我们就是。自愿性就好，我还说要不要 Q 我 Q 坤达来，然后说真的不要 Q。你刚刚你该不会刚刚已经去没有？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还好。好，那我们之后就看吴念轩有没有来看啊？哎，没有，吴念轩先追踪完语了。好，你先讲，我觉得你先讲一下刚，因为大家都刚聊到你那一场哭戏，客运的那一场。好，因为那一场就是报道说就是我让剧组整个等很久的那一场哭戏，因为那一场是我们整个客运是打横排，所以我们一整天都在客运，从日戏排到夜戏，所以那一场是最后一刻，然后导演为了让我培养情绪，所以他就是让我摆在最后一刻，结果那一刻真的已经快要，那时候已经四点多了吧，真的快要看到太阳了，所以那一刻真的是阿健就是握着我的手，然后让我去培养那一刻哭戏的，真的是真的蛮谢谢阿健的，对啊，你当下的太阳就是毕国健哎，OK 很会，对啊，就是那个时候完全哭不出来，因为眼睛很干，然后隐形眼镜也很干，然后。导演就叫阿健来，就是告诉我一些要怎么让我哭的故事。就阿健就先握了我的手，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然后就真的蛮感动的，对啊。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肢体的接触，反而能带动一些情绪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哭不出来，阿健就可以先抱我了。啊？就先摸摸你啊。对，就是这个就很安慰啊。哎，小玉儿也上线了，哎，下哦。天哪！天哪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哎，真的是吴念轩，我刚才我真的没讲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嗨，小欧，哎，叶先生很。什么了？现在谁在内阁啊？是，等一下，不是我，是建堂哦。建堂，你好像起智。建堂，你变得好像，你内阁到很像有点低智商生物哎。建堂，你的讯号很差，我先跟你讲。建堂，你不要再讲话了。建堂，你这样很像低智商生物。建堂，你那边真的有够卡。好，那就换我现在先跟大家聊天，因为建堂的脸。好，我先跟他啊，我知道为什么坤达跟小月会上来了，因为我跟婉瑜在直播，所以他们看到我跟婉瑜直播。等一下，真的输在你身上，你先退出直播，我现在要自己直播了。
好，对，你先下去，我要自己讲了，滚。贱的，我要听那种脸好不好？哎，好是啊，还是现在换成我自己直播，然后我跟小玉儿或者是阿健直播。好了，不要再讲话，你讲话我们真的会笑出来。请注意迈步路线。哦，对，我在车上，因为我们今天去亲戚家一起看，所以现在在回家的路上。耶、yeah! ！好了，我们就不要理他，让他自己 IG 好吧。OK， 大家都素颜，没关系，我也素颜。你们用留言方式，然后我回答你们，什么意思？那建堂的脸先不要停在这一块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可以自己直播。对啊，因为我要看到花絮结束，我才跟我家人一起回来嘛。建堂，你那个敲键盘的声真的先谢谢。哎，我没有一次跟你们的直播是完整的，哎，不是我再见，就是你们再见。好啊，就这样啊 ，OK 啊。有没有在跟桑尼保持联络？我现在是真的要回答，是不是？当然有咯。好了，建堂，你真的先到旁边去，没关系啦。好，如果我真的直播的话，好，我就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要乱住1006那一个套房嘛。现在是不是穿越了呢？现在是不是搜寻有点不好呢？建堂出一张嘴就好了，这人脸真的超憨的。直接结束，因为他怕我撑太久。嗯，好。大家觉得呢？就是因为现在建堂私密我说他要不要直接关掉，然后就结束直播。我也觉得 OK， 我也觉得 OK， 因为我不知道建堂什么时候会，就是好。